办理电子全证的好处，一是能够方便我们管理，能够实时的监控全区犬只免疫和登记情况；第二个是方便犬种，以前办理电子犬证需要跑宠物医院和派出所，现在只需要到宠物医院办理，临时的时候直接在手机上，提交免疫证就可以办理；第三个是方便执法，通过电子芯片哈，可以直接的识别犬只的身份。第四个就是能够提高主要是丢失犬找回的几率，减少街边流浪狗的数量。电子犬证，你觉得对你们养狗人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处吗？至少的话，以后在这狗的管理方面要好很多，不像以前，包括有些狗不在了，它会难得找或怎么的，给了我们一个途径，然后保证我们自己狗的安全。